你想象中的香港是怎样？好好像感觉香港是很自由的地方。香港，香港对我来讲，點都要一定有啲人咧，係繼續留低，係繼續同呢個城市行落去，就算佢變得幾差幾壞都好。我哋包括在座喺度咁多位，系有责任去走出呢个法庭，走出呢个议事庭，走出呢个媒体，走出一切嘅中介，去亲自去理解呢个世界，去感受呢个世界。呢啲全部都唔系呢个法庭可以话到俾你知道。